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岩先生。我们今天就玩一下多人游戏。多人游戏有两个，一个是对抗联机，一个是合作联机。我们要合作联机。然后这里有个好友邀请和快速匹配，我们要快速匹配。这名字你就随便起一个，然后这里有些符文你要自己选，然后我们都不用选了，然后这个不用编辑了，就这样就行了。这个是合作的，我们玩一下合作的。合作就是两个人共同征服世界，联手灭世，地区协同。我们要选一块，我们选的是冷的地区，我们要俄罗斯。然后这个要看，来这里俄罗斯是寒冷地区和湿润地区和乡村地区，所以你看这个界面是这样的，会不一样。这里有传染掠夺，从友方病原体取得传染性，这个不要点，这个是攻击性的，会被发现。我们从友方那里获得，消耗零点，消耗一点，这个状态。传播方式，你看，我们是湿润地区，对吧？这里有一个飞沫传染，尤其适用于湿润地区。点满它，然后这里一个抗寒冷，也要点满它。这样的话，它会比较快。然后这上面是显示传播了多少人，我们传播了三五万多个，他才传播2000多个。他在哪？在这儿。你看他这里有红点，尚未被发现，太好了。临时航班，这个好，可是也不急于我点一些别的船。老鼠传播，传染掠夺，他也点这个东西，我也点这个东西。这个要50几个零时航班，我的天！这丫的居然整我，整死！这个是你看基因援助，增加己方原。增加己方病原体解药研发速度，他就是点了这玩意儿，让我东西那么高。
但我也没发现。快点干掉，要不然的话会被发现。你看，他还在点。其实就这样都会被发现的，你看太高了，早晚会被发现的。第一个被发现的就是我们。今天运气不错，我点你个怼。50%杀伤对方宿主致命性减成，减成是什么？更易治愈啊！我的天！赶紧退！还没发现，我要等航班，我要等这个东西。59了，已经再不点完蛋了。我要飞到这些 地方，还没被发现，太好了。这个是城镇地图，为什么感染那么慢？城镇地界，你看都59了。再不点就60了，让他帮我飞一下，小白，帮我飞一下，谢谢。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飞。沙特阿拉伯啊，他被发现了，你看，他被发现了。我还没发现，他是不是听不懂中文 ？Fly, help me fly。你都被发现了，我的天！我也被发现了。传播途径，飞鸟传播。
确写出。开始对我进行研究了。不行，无法退化，我的天！这下完蛋了，哎，这把又要失败。神圣气泡渗透于巴西。要被治疗了，我的天！全面渗透，完蛋了，没办法啦，被治疗了。现在我们死了之后，就只有看他玩，然后又是两个人联手灭世人。我主要是没点飞机，太可惜。我没点飞机，真是太可惜。帮他等一下，
他也死了。你看，研究了100以后，马上会被治愈。他也玩完。再来一次。名字就叫这个吧。预计等待时间，大厅错误。准备就绪，看统计，他打了11场才赢一场，我天！我也是打了几十场才赢几场，因为这个比较难啊。联手灭世，我这次选法国。法国是属于比较有钱的城镇。这个现在32。早点买飞机，买晚了就没有了。飞到哪里去呢？我自己都还不够的。发现他在哪儿？找找，他在这儿。这个那么贵啊，天，你这个变种也太那个啥了吧。你这个变种也太可恶了，要花那么多钱。
感染了这么多，他感染的不要还少。法国被发现了，我的天！你看，我被发现了。你看，我的发病原理里面没有升级，可是还是被发现了，因为这个它会自动变种。70%感染对方宿主，传播性加强，传染性加强。飞到这里感染你。世界集中针对我，我的天！再增加了，快点给我死吧！完蛋了，我的天！完蛋了。
哎，这把又玩完。半都没灭到，没有灭到啊！我的天，我只有给他输送一点东西。我只有让你多传染一点，你还早累，现在都在围攻你，这一把看来有希望啊！我来给他飞一下吧。来给你飞一下，马达加斯加，我来给你飞一下，新几内亚，临时航班。我来给你传染一下，传染病加强，你要顶住啊！我的天，全世界都被感染了，我来给你治病。你不行了，你。都在针对你了，结算。又是这里可以看到历史记录。好了，这一期。
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。